我们常常在花莲会看到花莲常见的一种海豚叫飞旋海豚。嗯，那我妈会问我说：“你看了20年没？”飞仙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那但是对我来说，就是你每一趟出海，嗯，你碰到海面上的海的颜色、海的状况、嗯，光线组合，那个样子都不一样。